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，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。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，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，藉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，使他们信服真道。罗马书16:25-26，主啊，当将要读完罗马书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你向你的宗仆使徒保罗作出伟大的启示。今日我们为着有幸拥有圣经和旧约预言著作而感恩，我们为听信真道事工向你感谢。愿你的话语透过这个事工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